六祖讲：不是善，不是恶，就这么实。不是善，不是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落入四心分别。识善是意识，是恶还是四心分别。也就是总言离是门，因为无法向明妄想正治如如三字性，就是啊。 依他起性，遍计所执行缘成实性。八事刚刚讲过：二无我、人无我、法无我，皆是心意意识之所变现故。诸位，这个变现两个字，对唯识学特别的重要。不是哪一个人在主宰，是事的功能本身就有变现，所以万法都是唯识所。 变现出来的，并无实体可得。因此，若离心、意、意识，即得顿离一切相。这位啊啊，什么叫做顿离？什么叫做顿离？顿离就是了悟的相相本空，法法本空。 相相空无自性，所以相相啊啊，然后妻子啊，本空啊；法法妻子空无自性，所以法法本空。离解切相，就是顿除烦恼；离解切相，就是顿除烦恼。所以啊，修行佛法人，那么你只要听师父一句话，就见到这句话就是你一辈子要牢牢放在心中的。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这句话八大宗派都会用得到。哎，这句话就是：到时不起一相，就顿离，就顿悟。你从今天起，你发到时绝对不起任何的相，赞叹你也好，人家伤害你也好，冤枉你也没有关系。做了很多善事业，今天不找恶的，二都当然不能去做了。 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度了很多众生，记得就是不能找。而且这句话是一辈子用得到的，一辈从现在起，没有听经文法那个不管了、啊。你从现在起呀、啊，永远不要去看众生的缺点，不要去讲众生的过失，不要说自己很祥，不起狂妄，不起贪婪。纵然你你今天你日中一时，也不值得骄傲。 纵然你今天通达三藏，也了无一法可得，也不值得你去啊，嗯、来来来夸大自己、自我膨胀。纵然你今天顿悟了佛陀的心法，也不执着。我说我是圣人，总是万法找不得，到死不起一相，变顿的一切相。而且这句一辈子你都用不完。 你因为你一一般人都有正义感呢、啊，啊，看到那些恶劣的人，哦，怎么会这么恶劣啦？是不是？就像美国今天的发生呢、啊，啊，人家看电影，他这个还是博士的哈，他化妆成蝙蝠侠那一种的，哎，拿枪进去电影院扫射。今天报道到现在报道的死了十二个人，有一个记者，美女记者被打死了，最小的啊，才才两三岁。 哎，最老的也有七八十岁的，打死了十二个。跟他有没有仇呢？没有仇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啊，他还是博士呢，他还是博士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些死的还没有听到一句佛法，就就死了、啊。你看他的生命有多多悲哀。 死得很冤枉啊，死的莫名其妙啊！人家进了电影院，这枪就 AK forty seven，AK 四十七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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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扫一一个一个倒，一个一个倒。人家电影院里面，大家在，哎呀，那个是在搞特效，结果哦，不是哦，是真枪实弹的在打哦。结果大家都冲出去，要要要冲进那个大门，他就往那个大门扫射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全部都死在门里面了。 所以在这诸位啊啊，我法师啊护法居士啊啊，你去外面呐、啊，哎，我是干嘛工？善良一点比较好了，百般不计较了，百般不计较了，这样可以保命了，明哲保身了。记得啦，如果你有发在开车，你有开车的男孩子、女孩子，你有开车的人呐、啊，记得发发生车祸啦，记得你只要人没有死啊。 没有被撞死的，冷静一下，也许你受到委屈了啊，你就这样观想，啊，就怎么你来啊，弄我归拜了，衰了、啊。如果你硬要向对方啊啊要钱呐、啊，大家理论了，说不定他身上有枪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都很难讲的。 看底下顿离一切相，也就是忽然超出四出世间，C 到自觉圣去啊，入如来地啊，啊到自觉圣，甚就是甚智啊，啊去就是七入如来地啦、啊，啊，到自觉甚至七入第一地究竟如来地啊，入如来地，整句话是应当这样解释了，可是到现在来讲。 大家都简称了啊，自觉甚至自觉甚至，就是自己的觉悟达到了圣人的智慧，而屈入第一地，入如来地。整句是这样解释的：若得离心意意识啊，即能二时分断生死，便一生死永尽，到自觉圣去。 自觉圣气，或称自觉圣智，也就是如来自证之境界。自证就是内证，所以在这诸位哦，如果你想要讲这个楞严或者是楞且，你至少没有办法像如来，要有一点点功夫，要体悟一下内证的境界是什么。 啊！如能到此境界，即是入如,如来地，正如来法身。法身是什么？法身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智慧。哎、呃，法身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法身了、啊。法身无相，智慧心比即是啊。此即是本经最高的目的。所以听经闻法的目的、就是，就是就是开摩诃般若，剥开大智慧。 大智慧在在这诸位哦，单单念佛是不够的呀、啊，单单诵经是不够的哦、啊，真的，单单念佛啊，要念的有味道，必须开大智慧喽。啊，你看诵经诵出有味道，必须烦恼少的那一颗真如心来诵经啊，若诵经就很有味道了。哟，去如来至正境界。静静 甚深不可思议啊！然本经最前头一开始，大会菩萨啊，成佛威神所说出的赞佛句，就是暗示了如来啊，此至觉圣趣的境界，行人发大心者，以此具修。为什么一定要叫做发大心？就是大菩提心。 离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呀、啊。所以自利利他的心，二六十中都必须充满一个听经啊、文法正信的佛弟子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你有多少能力啊，能推广多少的正法，你一定要尽力。在这周日你一定要这样观想：佛教多一个人，就多一份力量。当他。 是你度的刚出学佛法的，啊，你的旁边刚好是你的朋友亲戚也好，用什么关系，他听到文法网络也好都没关系，你就观想那一颗菩提心是我栽种的，他因为我而学佛，那这颗菩提心菩提的幼苗，我一定要让它活起来，你一定要讲的让他有信心，哎，我我很不容易碰到我来栽培这颗菩提幼苗，在这诸位。 你家种花，你都不想让花死了；你家种树，都不想那棵树死掉。你怎么会让一个发菩提心这棵幼苗去把它搞死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在这座位啊，你这句话讲话要很注意哦。这个人，你继续让他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啊，更不是按必然呢。哎，落出你就是这个 number one 了，你是好的佛弟子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啊？而、啊、且啊，那个很不容易发的菩提心哦，呀、啊，清净讲的，那、啊、个开始，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就嗯、啊，是安呢，安呢，还呢？啊，你真的是很糟糕的佛弟子，师傅要渡一个人进来，就在那么的难。你把他搞得让他一离开，三宝这个罪有多重啊？断了法身慧命，谁负责？所以。 你的旁边度了十个，这一颗十十颗的菩提幼苗，你好好的负责把它照顾好。当然，希望他的菩提幼苗继续活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让他啊活下来的理由，就是让他对三宝要起信心。所以这有有一很重要的啊，说会让一个人退失菩提心的这一句话，要打死不能讲。 你讲了这句话，因为你这句话他失去菩提心，这个因果这你负不起的，他很不容易萌芽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萌芽，佛教又多一个年轻人来学佛了，来学佛了，啊，那那你还给他断掉这个菩提种，这个罪很重的，啊，再看底下啊。 所以啊，这个行人呢，发大心者，以此继续，定当获福无量，也当受十方如来慈名摄受，以随佛学，就是佛之真子故啊，以随着佛而写啊，就是佛之真子。注意哦，是随佛，随着佛而学、哦，哎。 随着佛而写不是把佛法当作学术来研究那种佛学、哦，意思就是佛怎么讲，我们就依教奉行，叫做随佛之佛，啊佛学，随着佛而写哎，佛怎么讲，你就依教奉行，这是佛的真旨，哎真旨，啊，简单讲，入真实修行。 就是真正的啊佛佛弟子，如果是用忘事忘心啊，用人所不断是非不断的心刹那生灭的忘事心修行啊，那么不是真修行人。所以记得，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增不减的。诸位，就是你一下手处，记得看到什么境界，你就告诉他们：的空无自信。 空无自信就是空，啊，空就是不可得。啊，你在不可得里面，啊，空劳把抓、动念执着，没有意义。在佛的角度看起来，众生所有的执着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众生百般的计较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众生种种的分别也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因为空无自性了。空无自性是空，在绝对的空性里面，你妄执、妄分别、妄动，这个通通叫做四心。 色心不可得，放下那一念就是事心。所以心入于真实，啊，就是心入于真如的修行。用真如的心修行，才能真正的进入修行的状态，也才能算是真正的佛弟子。所以啊，我重复告诉大家说，不是说阿弥陀、阿弥陀、阿弥陀佛没有错。 念佛有没有回归当下？你是用真如心念佛，就叫做实相念佛。虽念而无念啊，虽念而无无能念所念。如果你今天啊不听经无法，也不能了悟心性真如的本性，你一样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可是你底下潜藏的神秘的习气、业力、业事无明，那么的强烈。 你怎么有办法？临命中有把握啊？为什么要听经闻法？就是让你在临命中的时候做得了主，更有把握。今天才要听经闻法，才要听经闻法啊！所以啊，有一个佛弟子来，不晓得谁介绍的，他说呀：“师傅。” 有人告诉我啊，我好好的念佛，其他经典不看、不听。我念了差不多二十年了，我、oh, 那我就问他，那你觉得你念佛觉得怎么样？受用吗？他说就是老是那个妄想起来，那个执着、无名很强，就是压不下来。哎，我说您还算是个老实的修行人啊。我认为啊，啊大居士，我认为啊，你的修行方向啊，需要调整一下。 我不敢说你不对，不过你念了二十年，在佛在世啊，就早就真阿罗汉果，早就断无名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搞了二十年了，你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你的修行方式呢？要不要拿师傅的光盘参考一下呢？啊，后来因为他受到啊影响很大，但是我呀。 是周围的人呐、啊，都是这样子嘞，不看呢，啊，拿下拿回去，不晓得人家会对我有什么异样的眼光呢。后来他就不看，哎、啊，不看，啊，不看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后来有没有再来讲堂请我们就不知道了啊。个人因缘，个人聊嘛，个人掌握嘛，啊，个人生死，个人聊嘛，是不是啊？因此啊，修行就是一种尊重啊。 我也不能说你不对啊，所以师傅在这里呀、啊，坐在台下，你我就是有师徒之缘。那么你如果修念佛念到现在还妄想那么多，还还脾气那么大，对的啊，是非还一直不断，你就要真的，你要调整一下你的修行方式了，啊，真修行人没是非，真修行人没有能手，真修行人万法归一，一心真如，那么。 这个来，这个来念佛的心境啊，可不得了。接下来，丙啊，本书之体力，本书分为经经文啊、注释、义贯以及全论四大部分。这条数字条数字，啊，以注释为将经文中的字句一条条的分别注。 尽量做到，凡有点难懂的，不管是文字或者是意类名相，皆条注之。二异观，这可说是本书之特色。这是将一节经文在注释之后，从头到尾顺一遍。因为笔者有鉴于有些佛经的注解书当中，常于注释中讲得很清楚，发挥得很透彻。 读者在看注释时也觉得非常好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当读者看完注释后，回头想再看一遍经文的时候，往往还是有很多看不懂的，或者有些地方接不上，或者是发现有些字迹啊好像没解释，或者解释很多却不知道在哪里，要慢慢去找，慢慢试着。 把它给对上，甚至有时觉得注释与经文不太有关系，乃至完全脱节，这些都是很容易令读者迷惑的地方。尤其是看《楞严经》的注解，更容易有这些困难产生。因为《楞严经》的文字简、古、煎熬、啊，这四个字啊，啊，可以分开来解释。简就是太简单。 古就是古时候啊，的语言啊啊，传统的语言太少了啊。艰就是艰难，奥就是奥妙，太难理解就是奥妙啊。艰就是不为难，我就按那个半拉布都是为诺，像老梗不是嫩叶，哎，老梗啊啊，所以这个简单又古又坚实又奥妙。 而且义理上又牵涉了性相二中啊，性就是禅啊，啊，专门讲本性的啦，啊，相就是唯是啦，二中中最深的道理。因此啊，住家所需交代的东西很多。然而等到所需交代的东西都交代清楚后， 读者啊，在回看经文的时候，常常又是一团迷雾，还真的是这样子，还真的，一言说中了，哎、呃，真的是一团迷雾啊，接不上线。因此，本书的作者就是他本身自己了，特地的再将所注释的那一节经文全部再啊顺一次，哎、呃，顺一次就是类似我们顺口溜了。 哎，念起来很顺口了啊，以便现代都是一目了然了、啊，一目了然，不用再去找注释啊，与经文呐啊,啊来比对，哎，翻来覆去呀、啊，啊，翻来覆去呀、啊，啊，这个也就是说，啊，师父呢？ 选择教材这一本为教材的原因，这本教材啊才能够利益啊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，而且它很完整，很完整。他把经文讲完了以后，注释完了，还把它一贯贯穿起来。不过这一点还是很重要，就是师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注意，师傅看怎么讲，那么注你后后来再看这个注解啊，一贯你。 就会得心应手。不过有少数的几段经文呢，因为文意明白意解，上下句也容易贯穿，只需要啊解释几个名相。碰到这种情形，那一节的义贯就省略了。第三就是全论。本书本书另有一个特点是，在注释以及义贯当中，尽量不加任何的发挥。 然而，有些地方实在需要稍微详细一点说明，以令读者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例如一些背景啊、知识啊，或者是申论，哎，申论就是广论呢、啊，啊，或者是将文上下段落的起承转合等结构方面的解释等等。 笔者就尽可能把这些啊啊资料放在全论当中，以避免注释文中变成很庞杂，啊，增加读者的负担，以避浅见，啊，所以你看呢、哦，人家陈光法师写书写的这么好，还是这么的谦虚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应当效法的。牵挂里面呢，只有益没有害。 就是一个人啊，修习佛道啊，底瓦了八天一个蛋头。一个人真的饱读经书的人，正量的人，是绝对的谦卑。学佛不只是在教育教理上下功夫，要在自己的行为上下功夫。我们的生命是一连串的行为所组成的，在每一分、每一秒的动点都必须一。 最谦卑的心，拿来面对我们的生命，这也是一般救助当中一令读者看的时候觉得很好，看完注解后却又常觉得回不去经文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最后，本书还有一个小小的特点，就是笔者一发行注解的时候，即决定要令经文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，因为笔者。 深信佛经中应该是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，不会有没有意义的啊！没有意义啊！佛讲干什么呢？活一辈子都不讲无意义的话。然而，这一点一能，传经来讲特别难，因为其文字实在是太简约、古奥。们是过一些古傲啊！哎，古典呢、啊、又深奥啊！啊，我刚出家的时候在南普陀啊。

似乎啊也找不到一个好的版本来上课，那么前几年呢，人家寄了一本呐、啊，啊，这个《楞结经》的译观给我啊，我我看了以后，那个时候并没有说要演讲要上课，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我要讲《楞结经》是在这三个月做最后的决定的，最后的决定的本来，啊，本来我要讲到《能严经》，我。 我准备休息了，休息了啊！但我离不开恁咯，啊！看你们的笑容是多么的可爱，啊！听经的文法是多么的欢喜，我不忍心离开你们啊！所以啊，师父认为，哎，干脆就让他生命更加的完美，perfect life，干脆把大圣经典公认为二论。 一切经中最难解、啊，古德讲啊，恶人呢就楞严跟楞伽经啊，这是所有一切经典最难解的，由师父来把它完成，啊，我也不敢说啊，讲很厉害，啊，这个微醉花白白，啊，我无这厉害啦，哈，啊，微醉花白白算不是足厉害，你爱你就爱，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希望啊。 我呢，也可以哦，你敢接受我的好意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把我接纳啊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我就我们就决定啊，决定啊，把这个《楞严经》讲完。那只有这样子了，使师父的生命更加的完美完满啊，然后呢，也让大家有一个成佛的这本经，这《个楞严经》是成佛的经典呢、啊。 这个叫做毕业论文，成佛的毕业论文啊！啊，用台语讲，基本上也哇啊，幸福啦、啊，绝对有够，免烦恼。哎，希望我的好意啊，啊能够让大家啊能接受，唔系讲啊我呢会爱心你给我当做奥减菜啊，是今有幸啊，得到了这一本啊。 啊，能言能结经的异观呐，这个是末法的众生呐、啊，大兴啊，我们都很感恩呐、啊，成观法师的慈悲啊，祈蒙佛菩萨护念，这一点做到了一些，至于真正做到了多少，还得由读者诸君来决定。最后，啊，善起十方大德慈悲示正啊，你看呐、啊，您成功法师都这么谦虚啊。 那你就知道了，哪一个世间是哪一个能贤能的人是狂妄的人？有没有一天到晚找人麻烦，就是自己很有修行、代表正法的？没有的。真正悟道的人是谦卑的不得了啊！所以在这诸位啊，收敛我们的狂妄的心，就是迈向佛道的第一步。第一步啊，这城关寺就是记录了啊，与美国的纽约庄严寺。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，翻过来啊，十六页这个不看啊。十六页的左边目次，《能且阿巴多罗宝经义贯》卷一，从第一页到四百一十八页，这是卷一。《能且阿巴多罗宝经义贯》卷第二。 从四百一十九页到七百一十页，两千阿百多的宝经冠《宝金异观》卷三从七百一十一到九百三十二页，九百三十二页，两千阿百多的宝经冠《宝金异观》卷第四从九百三十三到一千一百八十页，附录，那你就自己看啦、啊，翻过来，啊、哦，很辛苦的，总算进入经文哈。 啊，第一个步骤就是简略的，啊，一个呃、啊，能结晶的渊源啦、啊，啊，它的大概呀、啊，四门呐，它的缘起呀，能结晶的简介呀、啊，能结晶的大意呀、啊，啊，能结晶的法门呐、啊，啊，能结晶的四门呐，等等啊，还有啊，本书的体例呀、啊。 那么，这前面十六页不算在这个一千一百八十页里面。我们从今天起，从现在这一刻就进入另外一个第一页，第一页啊，第一页，能切，能切。主，位，你千万不要一直看注解，你一定要听师傅讲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注解等一下再念啊，你就哦知道。 如果你认真听，就等于听两次；如果你的心依靠注解，那你的心算算算算，我有听也好，没有听也好，那就变成听一遍，回去看不懂，剩下半天半遍。所以，是不是在解释的时候要全神贯注的听？“楞前”翻译成中文叫做“不可往”或者是“很难到”。哎，要有神通才能够到。 阿巴多罗翻译成中文叫做无上宝，阿巴多罗宝就是无上。简单讲，就是这本经典是无上的宝，能让一切众生成佛。经就是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契合或者是贯通的意思。上契佛的心呢、啊，至正的境界、啊；下契、啊、众生的根基。 简单讲，上气佛理呀、啊，下气众生呐、啊，啊，下称下气众生的根基啊。那么，能茄阿巴多罗宝经一观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佛在今天的斯里兰卡的能切山，这个能切山不可往、不可到，除非有神通，对。 自圆自顿上上最上的根基圆顿的大菩萨讲的一部无上宝经修多罗，这本修多罗契合啊贯通上气佛心自证的境界，下气众生的根基。这部经是佛以自证的境界为菩萨开眼的无上圆顿法门。 非凡夫愚痴的人，愚夫或者是外道所可入啊！看左边小字的“宋天竺三藏法师求那巴多罗求那巴多罗”，翻译成中文叫做“功德显。功德显啊，做了很多功德，又有贤能的人译，就是把梵、啊、文译成汉文。宋。 天主就是印度咯，三藏法师功德显啊，就是丘那巴多罗所翻译的一本经典。旅美纽约庄严寺沙门城关，撰著，这个“撰”就是有参考很多人的注解，所以法师也很慈悲，写的这么好的经典，也非常的谦卑啊。这个是意思，就是我有参考别人的。 嗯，转注啊，易观就是义理啊，把它贯通起来。《能且阿巴多罗宝经义贯》卷第一注释：能且能且是三名啊，也是成名，也是能且三，也是能且成，以此成在能且山顶。 故以三名为成名，人前是梵语，中文译为不可往、不可到、难入，因为此三层极高。原本是夜叉王所据，据就是所占据的，在此但是森林啊啊，你加车不加手了，啊，夜叉王无路可通。 无神通者不可往，所以听要听人且经的啊。佛说要听人且经的啊。你们几月几号到哪里集合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就去摸喽，飞上来呀、啊，用用用你的神通飞上来，那是飞不去，拉我到嘞啊！一直那播，这就点推哈、哦，哎，没有神通就不可往。 那这当然就是对大菩萨讲的了，啊，故名又南伽山在今之西南岛上，啊，西南古名是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啊，其中南卡即为南伽之精义，南卡南卡南伽南卡南伽啊，在这一佛在龙宫说法后呢，自龙宫出啊，所以这个龙宫啊是一个名字。 不是在大海里面那个龙王的宫殿呢、啊？啊，的龙宫啊，是个名字啊，是一个城啊，就是以前呢有个国王把他放书的地方，里面呢藏了很多很多的啊经典，他认为《天龙八部》会来护持啊，因此他称为龙宫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图书馆。 library 一样的，所以这个龙宫啊，不是这什么追击宫啊、乌比到达啊呢？嗯，啊，这龙宫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类似的啊。你佛在龙宫说法后，自龙宫出，降服夜叉王，基于此三层啊，开言此大圣的无上的经典，故以人前。 为精明，又此经乃佛以至真的境界啊，为诸大菩萨开眼之无上圆顿法门，非凡欲可入，故名不可入。阿巴多罗宝，阿巴多罗是梵语，啊，我们汉地译为无上，中译就是啊，中国翻译成无上阿巴多罗宝，就是无上宝。 以佛在此经中所开言的无法三自性二无我八四，会归于唯心限量境界。这个限底下呀，加一个量，唯心限境界就是唯心限量。你现在所献出的量，其实是你的心所限出来的。简单讲，大心限大量啊，小心限小量啊，对不对啊？嫉妒心很强的叫做无量啊。 无量啊，啊，跟佛的无量差很多了。乃为无上之法宝。翻过来第二页，故名此经为无上宝经。啊，经梵语是修多罗，多罗啊，修多罗。哎、啊，中文意为气经，简称为经，意为契合贯通，为上气佛心自正，自证。 境界下去，众生根基啊！所以在这诸位啊，为什么讲经弘法的人最好要有内证的功夫呢？因为那你才知道佛的那一颗心是什么。如是佛心，你众生心得以贯通，故名为经。诵天竺三藏，就是三藏法师的丘那巴陀罗意。啊。我们呢，一句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：诵就是留宋。 哎，不是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，因为那是刘宋，刘宋系在晋末，哎，南北朝为南朝之时，乃是刘裕所建立的，所以啊，史家称为刘宋，其年代啊，它的年代为从西元四百二十年到四百七十七年，天竺印度。 古一年记得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天主分为五个啊，中东天主、南天主、西天主啊，然后呢北天主、中天主。但是这个天主呢，印度呢，当时候有很多的国家，有很多的国家，很多的国家，后来成为印度啊。那么三藏。 经律论为佛法中指三藏教典，后世难以通达三藏教典的法师，名为三藏或者是三藏法师。啊，丘那巴多罗，汉译为功德显，中天竺人，因为他好学大圣，所以号为摩诃衍。这个摩诃衍，我们在、啊《白法名门论》就讲过了啊。摩诃衍汉译就是。 大圣的意思，啊，或者是我们在啊《大圣起世论》里面也讲过了。求那巴多罗法师与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（西元四百三十六年），那么距离今天呢，二零一二年呢，啊，已经将近一千五百多年了。从海路来到广州。 广州刺史叫做车朗啊，表奏文帝。这个文帝呢，睡前使者杨志京师，身为从众，非常的崇拜他，很推崇。毕竟是三藏法师吧？哎，这个叫做国宝级的啦，啊，国宝级的，就像我们台湾呢。 啊，在台湾的时候啊，嗯，如如果有个演艺人员呢、啊，他的比较，哎、啊，知名度比较高，有在演艺事业啊很有成就的，哎，就认为大家都认为那是重量级的国宝级的，所以啊，这个通达三藏的啊，全那巴多罗啊，迎到金师呢，呃，身为从众。 京城大臣多师事之啊，哎，都拜他为师，并他请请这个讲，并请讲《华严经》，法师以不精通华语引以为憾，便祈求观音菩萨为他增加智慧之力。后夜里啊，梦见有天神替他换头，于是啊，骗通华语。 变为众，变为众开讲啊，华言，哇，这样也很好啊。我要不要看一看哪一天啊，天神地我换一下，醒过来懂得梵文，还有汉文，这下就不得了了啊，不得了了。第三页，一切佛以心品之一，注意听。 一切佛语就是佛所共同说的语，就是法门。一切佛，注意哦，那是一切佛，哦，不是释迦牟尼佛。一切佛就前面加一个啊，一切诸佛，还不是释迦牟尼佛，是一切诸佛所共语，就是先说先讲的法门，心就是精要。 最为重要的成佛的一本经典，哎，品就是卷哦。哎，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啊，第几章、第几节啊，品质一就是第一品哦，哎，第一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切佛以新品之一，整句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，一切诸佛。 所供先说的成佛最重要的啊法门，一本最重要的成佛的经典。哎，第一品品质一直是第一品呢、啊？啊。有的人呢啊不学佛啊，你、啊、直、啊、连第一品就都没有进不来，给着无品呢。那的人就无品呢。 你连低频都入不来啊！注释：一切佛以心，一切佛以就是一切诸佛所供说的法门。你看这句有多重要？你看这本经典有多重要？这十方三世一切佛都讲了这一本了。能浅，心就是精要之意。就像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跟那个是一样啊！啊！ 波若波罗蜜多心心也是精要，以此品乃及一切诸佛所供说之法门，是最精要的。精要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当你大专联考啊啊的时候，干脆总复习，知道吗？最精要就是总复习了。所以啊，在座诸位啊，听这本经典的人，有几种人是最棒的。 一就是法师，这个法师啊，要这一辈子啊有一年能够听到这个《南严经》啊，哎呀，那个是无上的幸运，因为法师出家就是为了要成佛嘛。第二，老禅的那是很棒的，如果在在在这个邪佛道上，你已经闯荡了二十年了，不是住在江湖哦啊，闯荡江湖二十年不是闯荡佛门二十年了。 啊，将悟未悟，似懂非懂。那这一本一及九牛斗、熊战的几本经典啊，对初学佛法来讲呢，啊，那么就是结一个善缘，结个善缘，是不是？啊，要来，呃，然后每个礼拜啊，来看看那、啊、师傅有没有健康啊，有没有过罪呀？ 坐在台下有没有笑话？那个人杰经不用听，至少听听笑话，等于听到公狐狸能听哦。记了，他、啊、就听不不懂哦。只有这样子，所以这本经典对法师、对老参的这个还有一种，他是出席佛法，可是他受持的圆顿的根基，如果如果那一个机士，只要来跟师傅讲说，师傅我听的非常的法喜。 这个姿势都这个这个哦，这个起了这个仆下不是安尼哦，这个起了这个仆下按只跳你们这个起了这个仆下，这个起了这个仆下按这个哦，这个姿势就这个啊，就表示这个人不得了啊。虽然他听不懂，但是就是觉得很棒。师我觉得你讲经讲的很棒，内容也很棒，可是我还没有办法讲得出来，有这样子的感受，这 feel 啊。 阿弥陀佛就爱给你赞叹而乐咯。啊，接下来啊，是心就是精要哦。一此品乃是集一切诸佛所供说之法门之最精要者，故名此品为一切佛以心啊，又诸佛所说法门之最要者，无非心地法门。 无非心地嘛，所以这本《楞严经》啊，一讲完就等同三藏通通看完了、啊，等同三藏通通看完了、啊。如果你通通贯通的话了，故《起信论》这么说了，所言法者为众生心。哎，注意你看，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咯。啊，是心则是世间处世间法。 啊！诸位，世间出世间法，世间迷了心就变成世间，悟了那颗心等同出世间。对，事发法出世法本来无二法，但看迷跟悟那颗心，迷了就是生灭的世间法，悟了就是出世间的啊不生灭法。 世间法当即即空，就是出世间法的第一第一地，不离世间法而讲第一地，不可以离世间法不可以离生灭。呃，另外有一种啊，第一地啊，所以在这之外啊，啊，心为一切法之本呐、啊，是故名持平为一切佛与仙。 这本《楞严经》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成佛以后一定会讲的，就像你一样大专联考啊，要准备一本啊，《经要三年》的重点就是这个，成佛的重点。哟，此经共四篇，就是四卷。 每品皆名为一切佛以心品，这是本经最大的特色。这表示诸佛所说的法门，原无二字。为什么叫做佛佛道统？又表示呢？此无上圆顿法门，乃大菩萨顿修。什么叫顿？啊，四个字，回归当下，名为顿；不回归当下。 名为见，啊！我今天期盼明天，那就这就,就,就不是回归当下。所以这个顿，就是回归当下，叫做顿，不离当下，现前当下这一念，回归当下叫做顿，顿修顿正，顿正就不经阶位了，顿入就是绝对的切入。 我的心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涅槃的心，涅槃的心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我的心。平等不二，顿入佛地，这不二法门。诸位，不二法门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共宣说的。故各品皆同一名，此不二之意也。贫即是见，目之意。 等于现代所称之章节之一，就是第一篇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南海滨，南齐山顶，种种宝花以为庄严，以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，从彼种种异佛刹来。啊，解释一下。 如是我文，我闻，我闻当然是指阿难呐、啊，在这诸位，这里还有一个重点：阿难，阿难才证出果阿罗汉呢，他还不够资格听到这个《能切经》。诸位，阿难是在佛入涅盘以后啊，才证到阿罗汉果的。啊，有的经典是这样记载的。啊，佛在世的时候。 阿难只有证，啊，二果至三果是佛入涅槃以后，阿难才证是果阿罗汉的，因为被长老所逼呀、啊，说阿难呢，你你你不证阿罗汉果，你如何来结集经典呢？啊、哦，说阿难呢，还觉得很惭愧这也是很精进。好，后来就证阿罗汉果啊。好了，这个阿难呢，那个时候讲佛在讲《能结经》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听这个《能结经》，这个阿难呢，啊。 看到佛年迈年老的时候啊，旁边的长老的比丘就告诉他说：“阿难呐、啊，你赶快要、啊、请示佛陀，往佛啊不注释的时候要安什么为所安如是我闻。那么阿难呐、啊，你要要求佛，你因为你后来才出家的呀、啊，你没有一直跟在佛陀的旁边呐、啊，啊，希望佛陀在哪里讲到的经典呐、啊。” 重复的再讲一遍给阿难，你一个人一个人哦，一个人听啊。说佛法如大海啊，流入阿难心呐。说佛在鹿年一盘呐，鹿年盘前呐、啊，这个佛陀啊，再一次的通通讲给阿难听。那个公好一天叫哈，讲好一天不讨好。你明天就不会记起来，你不讨好，对不对？这阿难的记忆啊，哇，像电脑一样，全部。 所以啊，在这说如是我闻这部经典，阿难并没有参与啊，啊是后来佛在讲给他听的。啊，于是佛住南海边，边呢、啊，啊，这西南是位于印度南方啊。 几百公里的海中，所以称为南海边。这个南海当然就是指印度的南方的海。哎、嗯，南极山顶，种种宝花以为庄严，以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，从比种种各种不同的。 一佛刹来，一佛刹来就是不同于释迦牟尼佛刹来啊！诸位，他怎么能来？这些记得，都是一生生来，不是肉体来。肉体来，你怎么他妈世界你怎么来呢？哎，都是证得到大神通的菩萨，而且是一生生来。 一声声来，不是肉体来，是一声声来。哦，你看哦，他这个集合，就就不是一般的、一般的这个这个比丘的色身呢、哦，啊，大比丘大比丘身呢、啊、是有肉体的哦，这个大菩萨众哦是没有肉体的哦，是一声声来的哦，随意而往的一声声哦。 所以，一个是有肉体的大比丘众哦，一个是没有肉体的一生生的菩萨，那你就知道这一本经典境界有多高了。